啊，两位爱女啊，迄查甫囡仔夹刀夹手，你相互体谅你啊。阿爹，不得，你太过不该，竟然行兵恶到皇上大意的大意。住口啊！我跟你讲嘞，迄查甫人哦，迄唔得伫房间挑花赤是，哪有像恁两个同款啊？你夹刀夹剑，安尼哦，阿婆会介恁啊？阿爹啊！我现在是要保护阮堂皇大上的粮草呢，你哪会硬安尼讲啊？哈，听你咧讲，有人敢抢皇上大粮草？就是讲啊。啊好啊，倒两个臭相啊，敢欺负阮十娘，上车要来抢着皇上大的粮草。哎呦啊！好啊，我抓准什么人呢？原来哦，就是两位孙女啊。是啊，舅父。好啦，孙女啊。现此时吼，在风风台湾吼，哇，迄风车头，阿伯我吼，今日先着风感冒，咱倒来厝再去讲。好，好，回转家庭。回家。舅，门兄弟从本国回家同伊哩，前来无还，请舅父多多原谅。哎，两位孙女好事出缘，阿孙女啊。阿银河啊，来到洪洪大所在，要来抢粮草呢。啊，舅父，你也知影我来，你可见得我条为国捐躯，为着家人已经死了。什么？孙女，你讲你的父亲孙家死了？好哩，我。东条高有一命来亡，但不敌因何一命来亡呢？老表不应该，想要夺占地位，金丝铁银要夺走了后，但是我阿爹交代，无论如何，娘娘也已经刀剑来死，不得已为报父仇，但是东吴地界兵少粮缺，虽然少兵来讲，只欠粮草，未曾派人进前通。在行兵到位，前来无患，希望舅父你多多原谅。哦，原来啊，你位孙女是为了兵书，你来烧酒酿草是无？是，请问舅父怎样了？这两位是？哦，这两位哦，就是我爱女，大乔一同小乔啊。哦，原来大乔小乔年轻美丽呐，娇红娇红。这大家都捌伊啊！今仔日才看到庐山真面目，较像样。舅父啊，你真会做人。是，孙女啊，你徛久哦，唔知脚会酸无吼？会哦。吼，是讲哦，你少年人徛较袂酸。阿伯我吼老啊啦，手发苍白啊。无，咱是礼拜坐一阵再去讲。好无？咱是来坐一阵。舅啊，想会到你真好，你们两个查某囝，不但是绝代美丽，而且武艺超群，是盖世女英豪啊！孙女，你的褒奖了，啊，恁两个在创啥？甲插头红哎，迄人客来，啊，唔得捧茶给人客吃吃茶嘞。要来。哎，紧，歹势啊，查某囝都无恁嫁嘞。捧一个茶，捧迄个哪行的啊？哦，孙女啊，你洪仔讲要来洪洪大所在借粮草，那了阿伯哦，就将洪洪大粮草